你嚟就啱啦，啱啱講緊你。嚟緊頒獎典禮，我哋諗住揾你做主持。嚇？我幾時啊？而家咯。你係認唔認得我啊？啊，我認得，群姐啊嘛。今日唔係頒獎禮咩？今年頒獎禮過咗澳門搞喎。安仔，你都被人拉低咗啊！认错人啊，先生，我有本嘅，希望你唔好甩我啦。冬甩，仲有十分钟就要过澳门咯，点搞啊？简单啦，骑上嚟。好啊，几程？坐稳啦，老友。请问去澳门顺唔顺路啊？做乜喊嘅你？我怕俾我卖猪啊！呢个年代做啲咁嘅嘢嘅咩？丁主席，咁你几时颁翻个奖俾我？唔系我决定嘅。丁主席，我要拎最佳女配角。我话唔到事啊！丁主席，丁主席，我要做 idol。亚洲招生团，唔系，我一赶住过澳门做颁奖礼主持啊，仲五分钟开 show 啦。啱啱话做主持咧，你有冇睇掌门人啊？佢做咗30几年主持人，都全靠饮得手多嘅饮。你觉得今年边个会攞时候啊？我已经将我嘅票咧投咗俾我嘅最佳女主角。咩料啊？哦，我问路嘅啫。我想请问你知唔知有咩方法可以五分钟之内去到澳门啊？去澳门？喺度等等啊！已经帮你准备好啦。哦，冇意思，攞错咗。$85即走。特别新闻报道，原定于1月14日晚上举行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3，目前正面临因主持人下落不明而被迫延后的局面。据报，该名主持人拥有39寸胸肌，制作方现正呼吁该名主持人尽快归队，否则将考虑重新挑选新一任主持人，以确保节目顺利举行。我都好想知道，究竟边个可以坐到我个位？连我你都敢扮？而家叫你扮嘢，你系做主持啊？出 show 啦！在这刻，身处璀璨的澳门，上途经中颁奖 show。直播今晚嗨爆的气氛，谁攞奖即刻报。礼服长裙再去大个煲，名人美女要细数，星光猛闪光望定见到。
輪戰隊創新劇，寵愛 pet pet 有夠叻，多套好劇，邊個勝敗指導，靈氣逼得你愛呢一套，大夫都會愛慕，我即使法術又掌運到。News Queen 是超級勁破，讀技術也自豪。TVB 是好多劇陣容強勁有露宿，輪到頒獎自叻，送嘉賓你好，成班夠耀眼陣容係最好。邊個想攞獎啊？